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 A 七十电动上退线机。那 A 七十呢，我们如果常用 Daiwa 或是 Shimano 的电卷，它这个电线会抵到桌面的这个问题，我们用这个至高的卷线座来做解决。那我们这个卷线座 A 七十附的这个卷线座可以拉长到大约90公分。所以我们在缠线的时候，相对的距离拉长，我们的线缠起来会更平均。好，那你都可以自由的去调整这个距离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它的刹车力最大可以到8公斤。那它的8公斤怎么来呢？我们有这个两侧都有100mm 夹具盘，那它两侧都有这个螺丝，你可以自由去调整勾入线背的勾槽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一旦从这里调整好我要的阻力，我在拉动这个线的时候，平均稳定的摩擦两侧的刹车片，而不是在摩擦我的线轮，这样去产生的阻力。那我们在上线的时候，如果需要知道米数的话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放下计米器，哦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上线。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这个刹车的阻力已经到6，已经达到 Daiwa 所要求的标准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还需要更高的阻力，我们都可以再往上加。这里7、8都可以达到，很轻松的。那如果我们要退线的时候，我们就将刹车放开，这里转动这一个旋钮。启动马达，这个自由调速的无段变速开始退线，这样呢就利于我们的钓友在做退换线的动作，很方便。那我们一样是用新款的这一个马达，它这个强力马达带动我们的皮带盘，我们在运转的时候是一个很静音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也有附上这一个它是可以插家里的电的100到240伏特，都可以直接插的变压器，很方便。